其實我都係想講翻《不可給魔鬼留地步》。其實今日自己都公司有啲經歷嘅，咁經歷就係喺呢刻我就經歷到咩叫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今日係工作嗰方面啦，有一個就係要我順服嘅心態，順服我上司俾我覺得我不合理嘅工作。因為我已經有一個工作噶嘛，佢又要我去 A， 又要我去 B， 又要我去 C， 我得一對手去得邊度啫？咁跟住我條氣就好唔鋸啦，個老我出嚟好唔鋸，咁點算呢？跟住我唉，主啊，求你幫我即係冷靜我，等我順服佢，順服佢。其實我雖然咁樣求，但係我仲未鋸。跟住我唉，求主你俾我順服佢，我知道佢喺我佢係我上司，我要順服佢，佢叫我做乜我都要做嘅。但係我嗰刻其實仲未鋸。跟住一路做一路唔鋸一路做啦，但係我繼續繼續求主幫我鋸啲鋸啲要順服啦。然之後跟住好啦，一路做一路做，跟住其實個思維係唔清醒嘅，咁因為根本自己未冷靜到，咁所以一路做嘅時候個心又掛住出邊其他工作，跟住個人又要去第二度去做嘢，然之後就突然間就坐低咗冇人嘅時候，一路執房一路做，跟住一路諗。我到底有什麼問題？我其實我知道有問題的，但我是什麼問題呢？就是我不順服我的上司叫我的工作。但為什麼我不順服？因為我覺得它不公平。但這個是世界來的嘛，不公平就不公平咯。神的世界是公平，但是現在這個是魔鬼的世界嘛，所以我們要怎樣覺得在這裡拿到自己一個位置，就是我們聽主話，我們去順服我們的上邊的老闆，那魔鬼就不能有地步可以還我。那為什麼呢？為什麼呢？因為即將就是發生的，我被老闆說喂，為什麼你這樣做？你這樣做不行，你快點把這些東西去做一點。跟住我心哇，我還差一點點，其實那一點點真的幾秒而已，十秒都不用我做完了，他就要我立刻把下，但我仍然在爭拗，你幫我做完，為什麼要把這些東西給別人？我現在做完已經搞定了，其實我仲係未順服咯條氣，咁所以咧，然之後就發生啲咩？我又去到第二間房繼續做嘢，然之後發生就係、是、我冷靜咗之後，知道自己發生咩事之後咧，跟住佢再嚟話我啦。當佢話我嘅時候咧，其實我之前係自己覺得自己係有問題，所以自己覺得唉，主我做錯咗。其實我係要聽話嘅，即係我如果唔聽話，我不更新到我自己，我怎麼去繼續做呢？怎麼去繼續？如果有事要我做的時候，我怎麼可以繼續做你的事工呢？跟住當我老闆跟我說的時候，跟住我跟你解釋了，我不是不想做，而是我是不知道，因為他說我不幫人，我說不是不幫人，而是我不知道那個位置可以做的。講完之後，其實很簡單，他就話俾我聽，你依啲唔做唔做唔做嘅話咧，咁其實有可能影響到人哋，根本做唔切。你走咗之後啲工作，跟住我話 OK 冇問題，我留低，唔需要 cam 租，我留低做埋啲嘢咪咯，冇問題。跟住佢就好似鋸咗啲啊。然之後我其實自己檢討嘅時候，我自己都眼濕濕。今次佢再同我傾偈嘅時候，唔知係咪見到我眼濕濕咧？跟住揾其他人唔介意留低嘅幫我手一齊做，咁即係所以好感謝主。因為其實如果我不順服的話，魔鬼怎可以在這個時候派其他人攻擊到我呢？就是這麼多。謝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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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過程中你覺得怎樣？其實過程中，思維還是不太清晰，有少少亂講的，臨尾那句。但即其實很多謝你在這個真實的情況講得出，就是魔鬼啊，即是說這件事被魔鬼留地步啦。那呢就解釋這件事被魔鬼留地步呢，我覺得可以再清晰一點。即是你這件事不順服啊，其實不是不順服，很多人都說不順，順是順受師的順，順服順利是順服，就不是順服。那呢好，你在這件事怎樣你不順服上司，是被魔鬼留地步，給了他什麼地步呢？你可不可以認出來呢？給到他有個機會去指控我。如果我當其時是聽他所說，我擺低的他要我擺低的東西我立刻擺低，聽他所說的時候，基本上我上司不會再說我，
咁佢就唔可以攻擊到我啦。係一個咧就係上司唔話你啦，第二個咧你本個內心會點啊？咁我就冇咁掙扎，咁我又會平靜。係啦。咁所以魔鬼亦都唔可以令到我有怒氣。係啦，即係話你要形容出，即係我其實咧講到咧係要畫公仔畫出場，即係講埋係點樣就唔好就咁啊，即係就咁啊唔俾魔鬼留地步，但係唔解釋嘅原因啦。好啦。跟住咧，但係咧，我哋而家講神嘅性情啦。喺呢件事上點樣樣睇到神嘅性情咧？計劃緊我，計劃幫我改造緊我裏面，等我可以咧更加聖潔，到侍奉嘅時候咧，唔會咁容易有出錯嘅機會。嗯，係，即係個計劃啦。咁咧，呢個其一啦，呢個好啊，你開始去諗啦，可以諗仲更多嘅喎。有啊，即係仲有更多嘅，其實可以好多方面發揮。嗱，咁我講一啲簡單啲先啦，就係咧，首先咧就係耶穌喺十字架上係勝過曬魔鬼嘅權勢噶啦，而且佢嘅決意將好多福氣俾我哋嘅喎。咁咧，但係當人犯罪啦，佢神好多恩典啊，犯罪咧就會俾魔鬼留地步，佢就會攞走呢啲嘢啦。正如今日你嘅唔開心咧，有煩惱啦。咁咧，但係咧，當我哋聽神話嗰陣時咧。咁咧，神嘅福氣咧就會源源不絕，即係神已經定義喺裏面咧，好大套嘢咧係準備送俾你嘅。但係當我哋唔聽話嗰時咧，就結果就俾魔鬼留條路，佢就偷竊、殺害、毀壞，就搶咗去啦。咁咧，但係你今日咧，神又得勝喎？點解神咧學到呢樣嘢？唔單止今日得勝，第二日咧你又記得翻啦。等你唔好俾魔鬼留地步啦，即係神有個傳備，即係魔鬼好似攻擊你一下，點知神咧就繼續。陸續取勝，哈利路亞，係咪啊？陸續取勝，以後都能夠得勝啦，咁樣。呢個就係神嗰種嘅智慧嘅高招。好，多謝主。